我们请安德峰为我们新任执行长。他们不是很好奇我的女朋友是谁吗？明天呢，他一定会出现在记者会上。不好意思，还没跟大家先自我介绍，我是德峰的女朋友，我叫唐永欣。啊？吴长美在长荣饭店出任务，邹文修。你不要再靠近吴长美，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。等一下，雷拳。再可爱。